明星好难产，李冰冰母爱爆棚，苦无对象生宝宝。俗话说得好，先成家后立业，而在娱乐圈却截然相反，很多人为了忙事业竟然把感情给遗忘了。这部圈中女王李冰冰，虽说演艺之路算得上是风生水起，但是至今还孤身一人，感情仍没有着落。最近李冰冰一张火辣辣打扮接外甥的照片被广泛流传，照片中她母亲大发，甚至称外甥是她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。我外甥太受欢迎了，我每次见他还是要打扮一下的，否则就不在他的眼里了。他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，他是我的爱人，最爱的男子。说了一大堆感触的话，母爱也尽情的释放了。但冰冰什么时候可以拥有一个自己的宝宝呢？已经是圈内资深大龄剩女的李冰冰，当务之急就是先为未来的宝宝找个老爸。看照片就挺母爱泛滥的，那什么时候打算自己有家庭生宝宝的？我就知道你会安排。那你还不快抓点紧，这么多媒体朋友，你还不快去问问？小编点评：李大姐要抓紧喽。